段消息来看，行政院长苏贞昌甲高雄市长韩国瑜一直以来拢是门市帮斗卖肉，不时的互相呛声。想袂到今仔日苏院长参加到职业人员表扬大会时阵，竟然俄罗斯韩市长伫个风台期间的表现，值得肯定甲鼓励。前几天白鹿台风来袭，韩市长就能一大早坐镇灾害应变中心，这就是很值得肯定跟鼓励的事情。这话对行政院长苏贞昌的嘴来讲出来，真正无简单。因为每一届若讲到韩国瑜，苏贞昌就倒靠正下，伊称为是乌韩代酒。今天开心切水果哈，拿了水果刀就请苏院长来逮捕我吧。讲话老是江湖味，开口就是酒味。无定是近来民调显示韩国瑜的声望热，和苏贞昌是闹心在在。不过讲到瓜分地咧，怕会对准蔡总统，认为伊无讲清楚台湾忌惮，苏贞昌马上化身做护航大将。韩话说，做个老瓜嫌个老烂。不过我们也虚心接受各界指教。27年来，我们第一次能够再买到新型的战机来保护台湾的安全。最热来，我就懂，仍然有执政的优势，加上民调结果是稳定的提升，这场选战会当一步一步来，稳稳啊拍。